花落见本来、哦、如日升如日落只生死、哦、如不爱就别花就别见、哦、说了太多誓言求了太多永远现在烟火阵阵站在我面前他轻易断了会不就是为了这样明白一切脱下你的自尊就能降服我的眼这世间有多美我愿再不见只流你的泪 Yeah 实在被撕裂的更也看不见你在暧昧有他的歌只能散布谎言鬼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这天前传说前人家都在这边见天天的这个别解天天的这个别解娘我想让你留下来陪我别走好不好娘一直陪着你清秋风拂云雨化作灵狐指千月你真混蛋明日净化仪式可准时举行嗯我来治标由狐王阁下治本我们到了哇我们到了文泉我来了嗨宝物有主了场子也被人包了哎呦大爷我可是走了好久才上来的我们不是来参加密保会的可是二殿下包了此地哎呀早说你们是望月公子的人了快请进快请进等的人来了来得真快这次可不是风月之地了算是不辱没你的身份吧龙将大人嗯怎么是你们二殿下属下请您回宫易水是他叫你来的啊或许他并不想见到我二殿下你之前可是去了花湖村花湖村结界是否对二殿下毫无作用凡我族所设结界除了陛下以外便只有二殿下可以自由出入以二殿下的智慧自然能明白其中的缘由这还不简单怕你回不了家呗就像我以前出任务师兄晚上一定会给我留个门一样为什么他要用玉佩作为结界钥匙
这玉佩。哥哥，从今以后咱们两个兄弟同心。是我跟他结契的玉佩。万物生长，万物生，青林木长生，青林长，游子归乡魂回目。既如此，明日属下恭候殿下回宫。属下尚有要务在身，这位驱魔师先生便劳烦殿下了。你真的不来？这可是源自云锤第一拳，别名无人能抵挡的诱惑。臭显摆，真想把这温泉搬回去，让童光也能泡一泡。这有何难？交给我，能让美人舒服，是我的荣幸。跟你开玩笑的，不过讨姑娘欢心也是要讲究方法的。这便是你说的要紧事。有些要紧事一定要大家坦诚相见才可以聊哦，这就是男人泡澡的秘密。给蛋兄也来一杯啊。我蛋大人就欣赏你这样的小伙子。想通了，何谓通，何谓不通，但凭心意行事罢了。夜深了，陛下还是去休息。
诅咒你，总有一日你会一身火祭青莲墨。他以前性子冷，心却是热的。后来，我以为他的心也变冷了。直到之前，那些小花狐，据说他照顾得很周到。原来他没变，只是更能忍了。但我依旧不认同他当年的做法，所以我要回去，用行动告诉他。我理解的守护是什么？不会安慰人，就别说话了。祸首死后，还请陛下饶恕无辜受累者。请诸君送九尾
入万劫不复之地。